谋生，你这身为神。啊，真的，我需要一个男生，我需要一个男生跟我搭配着唱那个另一段，那一段谁来唱啊？我来，好，好，男生你们唱好不好？好，我先给你们起头。第一句是落脚河上面挨对挨，你们先唱来。刘成海，好，到我了啊。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着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又到你们了，不等天天什么过天小白来。来，打字亮堂堂。好好，又到我了。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着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上了香水坛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，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乌蒙山连着山怀山，月光洒上了香水坛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，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没传说，被你杜鹃不凋落。上了香水坛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，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没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乌蒙山连着山怀山，月光洒上了香水坛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没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咱们应该合唱一个耶，哎，对对对，耶，哎呀，好开心，这是第一次跟宝宝们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，嗯，真开心，虽然你们唱的我也没听着啥，但是我觉得好听。
还有没有新宝子没有点关注没有加团的新宝子，来点点关注加个团啦，欢迎大家回家。哎，这夸的没边了，真的。来，一二三，收。真敢夸，你们是真敢夸。36万，咱俩冲一冲40万，来。感谢何哥，谢谢何哥。
人过来，能有点一个人可孤单了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帅哥，还跑了。再来一杯吧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还没弹呢，你就给我底赞了。啊，就走了走了。李公公，轻轻咽咽啊。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，笑死我了。嘿，又来了，又走了，怎么不多停留一会儿呢？他可能有事儿。我给你弹一个呗，我给你弹一个节奏，好不好？来都来了，好，你等等会儿，等会儿还没弹呢，没弹呢，还没弹呢，这可是啊，又走了，我这干杯。人气票送一送，把人气票送一送。我现在应该给他弹一个等一分钟，跑太快了。来，我给弹一个等一分钟，看他还来不来。等一下，有人给我发连麦，我不接，我弹琴，我弹琴呢，别打扰我弹琴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容易吗？哎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啊，等一分钟，你多停一会儿。感谢金哥，
不想走啊，那就等会儿看看他还能不能再恋恋不舍的再回来看看我，说不定他有一步三回头的又回来了呢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爱留着。哎呦哎，人绕着柱子看，哎呀妈呀，问问脸问我给你回一个吧。嗯，那就留下来吧，别跑了，来回跑几趟了，大哥也挺累的啊。大哥待一会儿。来回跑几趟了，又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大哥你站一会儿歇一会儿，我跟你说这条街上就我最靓的仔，你再跑也没有其他人了，你别跑了，就在这待着吧。哎呀哎呀，傅老师看到了吗？哎傅老板，夏晚晴，哎，你听这名字，哎呀呀呀，这名字好看。你不好看，你真难看。这名字比你人好看，你真难看。那个在哪儿直播呢，妹妹？给十二时辰的街上。在街上直播呢，不打扰别人吧？不打扰，不打扰，这没人啊。在哪个城市？在西安。咱整个四人 PK 还是俩人？行行行行，哥，你带我玩。我在你生活中没处朋友吗？对呀，我这刚打 PK 没有朋友，您连着我都觉得天哪，太开心了。我找一个，你找一个吧。行，行吧。行，我试试哈。都试试吧，现在都不容易，都不也不知道为啥，我也不知道我得罪谁了，都不爱跟我玩。为什么我邀请他说新主播加入将会结束当前 PK？ 不可能啊。嗯，会直接变成连线了，是吧？出去玩的那种。哦哦，好哥，好哥。你好，若若。你好，婉晴，婉晴你好。能不能拉个朋友，朋朋友友，咱互联网上出个有没有朋友？你是找唱歌的呀？啊。好久没跟我好几天，我好久没直播了，没有跟那个，还是没跟付老哥玩。没有。哎，我看看啊，唱歌的，好久没跟我玩了，你不？我邀一个看的接不接啊？还不接。小倩，哎，小倩，哎，我也拉小倩了，等等等。我怎么刷不着你直播呀，小倩？我昨天我每周二休息，我昨天没播，今天刚播呀。来吧，咱整个来吧，四三二一，一二三三四，行吗？行。行吗？欢迎转身就永远姐姐。一二三三四，嗯。啊，行吗？行行行行。我给我往下拽一拽，感受一下什么叫第四的感觉。几分钟？几分钟？十分吧。十分吧。来，嗯，那我开始了。以后你都用这号直播了吗，浩哥？啊，我用这号直播了啊。好，来闭麦。嗯。啊，他这么久呢？一老头儿，那不是。又让他吃啥去了？哎呀，你看刚那个大火箭，给放现在多好。咣叽，这是空放了。咱们来争取，往前雇佣雇佣，使劲往前雇佣雇佣，后面的大师让走吧，让他鼓鼓掌吧，让他给咱鼓鼓掌。哎，对，鼓鼓掌哈，加加油，给小伙们都加加油。咱们全体的家人们都加加油！好，掌声不要停。
鼓掌，就在这鼓掌啊，鼓掌，继续。辛苦了，大哥，鼓掌，辛苦了！谢谢我们一姐姐，感谢一姐姐。还以为是个假人，没想到他还会动，是不是？感谢我们一姐姐姐的首当其冲。咱们正常一下，加油加油！嗯，对，等会儿下播给他发工资。等了下播给发工资，给他发一个干脆面，发上一大包干脆面，可是宝藏级的奖励。嗯，是吧？来，咱们花花草草走一走，家们众筹一波。手上有小星星的、小花花的，今天灯牌还没有送的，把灯牌送一送。灯牌还没有送的，把灯牌送一送。怎么也得十袋，一袋不够啊！灯牌还没有走，咱们把彩排走走。谢谢宝宝们的人气票，背景都能让你玩得这么开心，生活不就找乐子吗？得天天给家，得找点乐子，是不是？最主要是有你们还。一个人可能是孤单，有你们这么多人，那就是狂欢啦！感谢我们芹菜，谢谢我们芹菜的人气票。你看人家大哥一直给你点赞，手都没有放下来过。大哥辛苦了，大哥你辛苦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还有六分钟的时间，大哥坚持一会儿，给宝子们加加油。咱们这不会都是偷塔型选手吧？啊，强子哥，你在说啥？不能造谣，可不敢造谣。呜、哦、呜，谁来了？这是谁来了？哇，感谢我们九九哥，太帅了！呀妈呀！谢谢九九哥。谢宝的小墨镜，哎呀，太帅了！这一下子就冲到第二名了，一下子冲到第二名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加油，加油！宝们，灯牌还没走的把灯牌走走，星星榜单，谁站在星星榜单？哇，好漂亮！是什么跳跳？感谢跳跳，欢迎木木野狐。还有四分五十七秒钟的时间。四分半的时间，嘿，杨丽妹子，感谢沙漠哥，还有四分钟的时间，宝们，小心心，小心心，今天星星榜单还可以走到，我们走走星星榜单哦。白皮白皮白皮，
拜，再见啊。你要第四名啊，也挺好的，我也比较好奇他们会罚我点啥。谢谢我们灵儿，感谢灵儿宝贝，我也比较好奇他们能罚我点啥。欢迎东人，喊你给大哥倒杯水，结果你自己喝起来了，我替他喝。最后的三分钟，哇哦，还有两分半的时间。是的，我们也爱你。欢迎当当当，中午好大哥，谢谢我们九九哥，欢迎当当哥，后面大哥姿势好标准，都没有动过一下，他要坚守这场战斗。谢谢我们跳跳，感谢跳跳，谢谢我们浪，还有最后一分半的时间，最后的一分半。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，感谢沙漠哥，谢谢沙漠哥。开个麦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忘记喊你们点赞了，宝们。这局是我组织的，我吃点亏。吃大亏。婉晴先发吧。我后吧，我后吧。
我学跳舞，可能直播间还剩五个人了。来吧，小仙儿吧，你发吧，你发吧。我发谁？我发，啊？发谁？发富豪哥呗。行。行。那咱就才艺也行，哥，唱一段你的那个。哎、我一唱歌吧，说实话，成名曲太有魅力，太有魅力了。对，我不会唱，我不爱唱歌呢，真的，我一唱歌真的，你不仅说我个人有魅力，连其他直播间大哥大姐都过来刷礼物，我真的不行。那你要实在不爱唱的话，那你就做200个蹲起也行，哥。哥，我来一首，你别为难。笑死了。富豪哥唱歌真的很好听的，嗯，最近那个嗓音很有型，有为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，特爷们儿。我还是难以做到一刀两断，我总想留住更多爱的瞬间，该有的结局应是好聚好散，可我却太过贪，总幻想还有明天，没想到抉择竟然这么难，无数次说要放手总不算，最害怕成遗憾，所以养成了心软，这个自己太讨厌，宁愿在一起孤独，可是我就是心太烂，是否因为心不甘，所以苦要拖延，也能虽然没分开，是因为成了习惯，却还心软的维护这种感觉。什么叫高手在民间？人家富豪哥是很出名的歌手，哎，什么民间？人家明明是明星。什么民间？他说高手在民间，我说人家这么多歌，你们都听过，他说高手在民间。俺们这是村里。来吧来吧，到那个婉晴老师罚那个小悠悠。哎，不敢，什么老师？小悠悠，小悠悠，小若若。若若，你想起来咱俩蹦蹦，还是也来个唱歌的才艺？都行，我是不太会跳舞的，是真的，我不是跳舞主播，不要看我长得好看啊。那咱俩蹦蹦吧，我也不会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只有一个男生舞蹈了，可能我直播间人都看你了，好日子。啊，哦，行，这个好。好日子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就小展示一下啊。好，你可别跳吧，没办法，他叫我跳呀，我没办法呀，我也不想跳了，就是他没看我跳，可能他就觉得可能挺好的。拿回来了，睡小倩说：“让我来，让我来，小倩。”对他一整，就感觉看到了自己。倩倩那个手劲转可好了。我跳在抖音直播一年了，辛苦了，热心哥。就是这个了。希望咱们下次咱们再找。
行吧？好，这次确实有点耽误，下次我不没事没事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是他们就行了。好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拜拜。辛苦辛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拜拜请，拜拜拜拜宝。让大哥也歇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彩彩又跑到这儿了。哎，好，啊，让鼓掌的大哥也歇一下，出半天了。哎，这个。晚晴，哎，你们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晚晴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你能再拉一个吗？我不能，我刚打完，我来交一下朋友，没关注给点个关注，啊，点个关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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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一起玩，我刚打完，你在晚晴忙呢，你这一天天，不不不不不忙不忙不忙，主要是刚刚挂完上把 PK 一秒钟。给宝们唱会儿歌，唱会儿歌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对对对，交个朋友也 好真的。交个，先交个朋友。我现在是连不上人啊。以后一起玩，嗯，好。好好，那走了啊。好，有点，嗯，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好。先给那个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后边再说。宝们，能戳赞的，咱们再戳戳点赞了。来，我把我再挪回来。哎呦喂，好，能戳戳点赞的，咱们再戳戳点赞啦！52万赞了，刚打 PK 吧，就喊你们戳点赞了，点赞也算血条，辛苦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吃饭了吗？吃过啦，午饭吗？起锅了。下周一打人气票，那个可以来做免费任务的，下周一定个闹铃，咱把免费的人气票统一送一送，好不好？下周一集体把免费的人气票一起来都给他送一送。我也去训练呀，可以，我腰疼。下周一啊，闹铃定一下，下周一闹铃定一下，来把免费的人气票送一送。大笑江湖没唱吧？那首歌我唱不明白。我手拿六星弯月刀，喊着响亮的口号。来弹个醒来之花给你们。我捡盆子去了，先撤了。好的，沙漠哥，谢谢我沙漠哥。
花送给你们，估计没人听过。这首歌《最美的情缘》。首这个吧，弹首美丽的神话吧，还是来个天宫舞曲，十面埋伏啊，天宫舞曲是这个噔噔噔噔噔，去了。谢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。